不是你自己叫我过来的吗？我女朋友嘞？为什么她手机会在你那？她是我女朋友，手机在我这边，理所当然了。你到底喜不喜欢我？傻瓜，我当然只喜欢你一个。干，你讲话怎么那么欠扁呢？哦，不不不不，你比较欠扁。到底喜不喜欢我啊？